它就是两个颜色，蓝跟黑都卖得很好，你就挑一个你自己喜欢的颜色。好，它一样是走一个冰丝凉感的路线，然后呢做一个小圆弧叉，完全不需要穿安全裤了，够长。好，屁股呢没有明显的贴身，也不太用特别特别的穿无痕内裤，一样是 M 号以前的都可以买 S 号， L 跟 XL 可以买我们的 M 号即可哦。而且它完全不紧身，完全在妞儿的身上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的贴合感，完全冰丝高弹的料子。长度的话，妞儿身高161，穿平底鞋的感觉。那如果你是小个一样好看，因为这件我们已经破千销售过了，所以呢有各个不同的身高来帮你们穿过了，所以完全不需要担心。蓝色就是比较提亮然后比较质感的颜色，黑色是比较显瘦，都完全通通不同的感觉啊。我不得不说这件洋装真的非常的修身，完全没有很紧的贴合感，它是非常凉感降温的，而且呢非常舒服，然后真的是犹如什么水般的清凉，真的非常非常凉。好，真的就像妞儿说的这么弹那么好穿，一秒可以出门，也期待大家到时候穿到来跟妞儿分享一下咯，好，跟我分享一下咯。